炎热的金色太阳，白色的蒙雾，逼阮离乡的孤女，异乡半沉浮。歌词写了是有够水，有够美丽。这首歌叫做什么歌？我较早定定会分唔到伊。为什么？因为迄个时间较少年，即摆听到迄音乐放落去，我就感觉讲这首歌，敢那是阮西芹姐啊唱迄条歌《苦海女新娘》。其实《苦海女新娘》的歌词唔是安尼，但是迄个时间我较青春年少，少年较唔捌代志，听到台语歌真爱听，但是正经有当时也会分唔到去。这条歌唔是叫做《苦海女新娘》，我即卖来讲的这个歌词，其实是《乌玫瑰》。相信大家有的人拄好听到音乐走落来，这首歌要唱《苦海女新娘》，但是唱出来歌词是《乌玫瑰》，因为这两条歌，迄个曲写了有淡薄啊接近，但是两条曲拢写了真水，当然两条词嘛拢写了有够水。今仔要甲你介绍这首《乌玫瑰》，乌玫瑰啥物人来唱呢？彭丽，这位才女。正经是唱将，就是唱将。伊唱的歌有伊的特色。过来呢，最主要啊，伊的感情安尼个落落，无论是咧唱国语歌，也是咧唱台语歌，你拢感觉讲听着安尼足够开的，爱有真好的功夫，功力也真好，才有倒来唱这首《乌玫瑰》。迄大家拢会晓唱，大家拢会晓唱，这我赞同。因为这首歌过去真红，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唱，也不过如果是说要真用心真用感情唱歌，这样很合理的。那彭丽，我是感觉说如果没有一名也二名，绝对是三名来。彭丽唱歌有够好，天生一副好歌喉，请几落摆人才够在旁边打理等候，彭丽来唱《乌玫瑰》，听伊的歌会够开，歌好听，咱心会开，听好歌，五六各位人打已经来，请伊上舞台，音乐甲走来，耳孔传互来，来听彭丽所演唱《乌玫瑰》。虽然阮不是好贤妻。
你完唔捌报，我去看卖啦。